微老条例的改建，每一坪可以增值300万哦。明年的5月9日之前，还给你多增加10%的容积率。现在是3500坪吧，盖好之后变7000坪，一倍。阿内，走进去各位变多少？1400万。拉皮之前呢，每一坪大概是50万；拉皮之后呢，今晚6点大概是国民大会。50万。